直接把他野区给禁了。 这下 Q 没中，有点不应该。 暂时半，一时半会打不起来呀，控一下被动呗。 这家布隆没什么主动性吧，就基本上发育为主。这对线射难打起来，发育我无所谓。锤石不出钩，挺好，挺稳的吧？他锤石出钩的话，他要掉血量的。哎，先把绿刀打了嘛。另外一套控刀方式啊。 还有骸骨的，这是塞拉斯在后面吗？ 塞拉斯要不在后面的话，怎么会这样子打对线？ 这把他们下路没那么菜呢，走位，不走位直接 Q。
哎，老子他妈了个巴子，我的，哎，水了。哎，好烦啊，不是智能空啊。没真水了。这个我感觉真空不了，不是 Q 能空，哎，我有点烦啊，这种 Q 能空吗？虽然说也是了，虽然说 EZ 这个技能那空了也正常，但按理说按我的水平不该空啊。感觉自己的水平不该空那个技能，空了也正常吧，哎，可惜还得练啊、只能那没办法，那只能说还得练呢，玩的不到家呀，还得练啊。那个小组为什么不错啊，他们对面这把下路玩的还真不菜，对面这把下路玩的还可以、难得啊，大师身段，对啊，大师身段排到这个对线，还能顶住的很少见的。都说了还得练，那主播确实还再练练再练几天吧。啊，争取再练一段时间，把这个 Q 百发百中啊，争取。
话，一到我面前就消失。刚好钱够了，感谢老板。哎，正好差钱，你就来了，送货上门，挺好的。好的，只要是废墟，我队友全走场。魂斗罗更适合你。倒牌了，兄弟。不是很能留得住啊，兵线露头。那他得退了，他再不退他就要嘎了。这还能认出来吗？哦吼，哎呀，哥们这飘逸的走位，晚上好。真棒！你可以把账单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一个玩船长的朋友，六六四吧，六六四吧。妈，我是芜湖神，请叫我芜湖神。布龙哥没到，这波不太好打。我们这边的 C 位其实是布龙，
我们这边布隆很重要啊，这把阵容。哥们，你就直接冲了！好，我们还在坑。没大，哈哈，我是芜湖城，还他好。差点又想搬出芜湖城的名号了，算了，今天就不冒充了，今天做我自己。我还觉得你的 ID 很不错、啊、还是 DYLAN 的粉丝团。ID 挺好，哈哈，ID 名字挺适合你的。不着急，慢慢打呗。反正三条小龙在手，是不用特别着急的。算了，不太好上，推上了他吧，是推上了他会比较好一点。大龙也马上刷了，对面出不来啊。在这儿等着我呢，还好豹女哥先去了。对啊，还好豹女哥先到头了，他就想阴我一波。挂机了吗？
中单挂机了。等待。